你干嘛一直这样看着我？What？ 我说，你很好看。你现在是病入膏肓，开始说胡话了吗？怎么突然变得这么油腻？你没发烧呀？ 你这到底是怎么了？我生病了？你已经病得不记得自己病了吗？我病了多久了？就从被火烧那天开始就开始病了。所以说。 这段时间一直是你在照顾着我。啊！你这到底是怎么了？失忆了？没有。哎呀，有可能就是生病了吧，脑子有点记不清楚事情了。不行，我得再给你好好检查一下。等等。 我有事想跟你说。什么事啊？外婆的事儿。你说什么？医院刚刚打来电话说你外婆病危了。我外婆她不行了。 你怎么说的？外婆怎么会突然就不行了呢？你是不是听错了？没事，到了就知道了。
走吧。甜甜有没有跟你一起来啊？外婆，你身上哪儿不舒服吗？没有啊。没有？医生呢？他来看过了吗？甜甜没有跟你来看我，不高兴。别挡着我看电视。怎么回事啊？外婆这不是好端端的吗？是哪个医生给你打电话啊？你干嘛？现在是没什么事儿，但待会儿有没有事儿啊？那可就不一定了。他是谁呀？外婆，咱们之前见过呀，你忘了？不，我不认识你。没关系，忘了也没关系。来，咱不吃了哦，咱也不看了。来，躺下。来，小心啊。您呢？您就先好好睡一觉。我有点事儿，要跟您外孙女好好聊聊。你在干嘛？你干什么了？嘘，老人家睡着了。小声点，别吵到人家。那他待会儿能不能醒过来呀？那可就都看你了。什么意思？我要预言之事。啊？就是你胸前那颗项链，什么跟什么呀？这项链你不是让我戴着吗？那我现在就让你把它给我。你不是说我不能给你吗？为什么不能？我不明白，之前是你自己说的呀。你说他已经什么跟我绑定了，其他人拿不走。我之前就想把它给你，自己不要啊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。这是怎么了？是你病的脑子坏掉了吗？没病。你现在明明就有病啊！哎呦，姑娘，我说你是人傻呀？我说我病了，你就信吗？心海蔷薇人是不会生病的，就算是受了伤，只要有水，也能马上恢复。可是我说我病了，你就会留下来照顾我，这样你们就走不了了吗？你就会一直住在我家里，心甘情愿地被我关起来。果然，你就是这么做的，不出我所料。看在你这么好偏的份上，本来我想多养你几天呢，
当然可惜了，没这个机会了。母亲已经下达了命令，让我现在立刻马上带走云之石，所以给我吧。所以你之前都是骗我的。对。你说你病了是在骗我。对呀。你说你很感谢我也是骗我的。对呀。你说当时就是在这个医院，你跟我说让我跟你回去，然后你绝对不会再。你也是骗我的。对。你把我当什么？傻姑娘，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？你对我没有意义，有意义的是这个。你这是要哭了吗？没有。我明白了，看来你还是对我有误解呀。所以说，不是我把你当成什么了，而是你把我当成什么了。啊，无所谓了，这些对我都不重要。所以，项链给我。咱们做个了断。这条项链是我爸留给我的。你这么骗我，还以为我会把项链给你吗？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。所以我才把你带到这儿来啊。不然你以为我凭什么替你养这个老太太啊？黑科技吧，简单来讲，你外婆的命现在就在我的手里了。要不对，这么说也不准确，应该说你外婆的命在你手里。把项链给我，我就把外婆的命还给你。安白夜，项链，你拿外婆威胁我，你还是人吗？本来就不是人，我是外星人。医生，护士。哎哎哎！别白费力气了，这些我都安排好了。咱们两个人的二人世界，怎么可能有别人来打扰呢？给我！给我！给我！看来你是不撞南墙不死心了啊！原来在缺氧的状态下，最多只能坚持一分钟，一分钟的时间足够你好好考虑了。但就是不知道你的外婆能不能坚持这么久。停下！想好了？快停下！我给你。把箱子给你，你先停下。快！外婆，能听见吗？你放心，你外婆待会儿就会醒过来的。
是个言而有信的人，他不会出什么事儿。好了，现在可以把原知识给我了吧？我说话吗，田军？你现在怎么了？你在哪儿？田军，能不能听见我说话？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你到底想怎么样呀？你竟然把我逼疯了！现在都已经给你了，你难道还想要我跟外婆的命吗？你到底要怎么样才能放过我呀？
放心，我现在就救你出来。你到底干了什么？好久不见，给你准备的小礼物，怎么样？喜欢吗？你到底对田娟干什么了？你说他呀？我没想到你好这一口，我见过他，我觉得一般。给我闭嘴！你紧张什么？我又没对他做什么。我要是真的想杀他，你觉得他能活到现在吗？我问你。 预言之石为什么会在田爵身上？你这次又想干什么？回答我！12年了，这些问题你从星海蔷薇就问我，现在还问？其实答案我早就告诉你了。什么？预言之石不是我偷的。胡说！那预言之石为什么会在田爵身上？ 你这次不就是想拿到预言之石吗？算了，我就知道怎么说你都不会相信。这么长时间了，都够一只蜗牛爬完长城了。你呢？就像一个原地打转的陀螺一样，毫无长进。总是跟你废话，我也烦了。我们有效率一点。今天怎么解决这个问题？是钢呢？ 手机能不能借我一下？我想打个电话。我手机不见了。谢谢。喂，森森。
你赶紧来医院这边救我！你快点，我说不清楚了，你快点来吧，我在医院门口等你。嗯，小姑娘，我要回家。谢谢你的手机。回家，老婆，我们先去生生假好不好？我们去生生假。 出什么事儿了？哎，你这两天到底去哪儿了？我去你家店找你也没找到，怎么搞的？连外婆都没有地方住了。这两天到底发生什么了？这段时间确实出了好多莫名其妙的事儿。你今天就先别问了呗，我改天再跟你解释呗。哎。 你到底……珊珊，我跟外婆暂时没地方去了，医院肯定是回不去了，只能暂时在你家住一阵子了，可以吗？你这不是废话吗？除了我这儿，你还能去哪儿？关键时刻还是你能帮吗？就是吧。 我们家要住三个人，肯定是住不下了。不过，我有一个更好的地方让给你。来，怎么样？ 就是你说的好地方，没有被我糟蹋过的地方，都是好地方。这个小木屋也是我房东的，一直没有租出去。正好你来了，这儿好像有点乱吧？哎呀，你。
收拾一下就好了嘛，对不对？嗯，没有办法，我家太小了，这个天台就在我家隔壁小区。嗯，以后咱俩也可以有个照应。只不过呢，这栋楼没有电梯，外婆年纪大了，上下楼不太方便，只能先安顿在我家了。以后呢，晚上可以在这睡觉，白天来我家照顾外婆。 我可能这辈子也躲不掉住杂物间的命运了。哎呦，可怜！你说我也不知道你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你也不告诉我。本来好端端的在男朋友家住着，怎么突然……他死了。哎，别提他了，这什么都没有。我去你家拿点洗漱用品。嗯，今天晚上先在我家凑合一下啊。 收拾天台什么的，明天再说。对了，我点了饿了么，来了。哎，你不是那个……哎哎，什么情况？喂，你想干什么？把打火机放下。你出去！今天白天那个人不是我，不信你是谁啊？是星海灵妖精，星海灵妖精和我一样，拥有他的能力。 他能变成身边的任何人，让你根本分辨不出来。所以你是说他变成了你？你必须相信我，我不可能对你做出这种事儿来。星海灵19的目的肯定就是你身上的预言之识，他随时都可能来找你，并且变成你身边人的样子，让你分不出来。这个地方你待不下去了，跟我走。你别碰我！你还不明白吗？你现在的处境很危险，你必须……我最危险的就是跟你走。你说又出来一个外星人。 你当我傻啊？现在09根本不存在，肯定又有什么阴谋。这是想骗我跟你回去呗？我被你骗了那么多次，我不会再上当了。我什么时候骗过你？还说没有？你三番两次把我骗去你家，不就是想把我绑架去外星吗？这都是什么跟什么呀？我也成年了，我为什么能信这种鬼话呢？我那都是实话实说，我只是想说服你。你把外婆送去医院，还交了住院费。 我本来以为你还要多么好心，结果你是想拿外婆威胁我。我救你外婆也是为了你好，没有别的意思。那你装病的事呢？你总不能说你现在还病着吧？你要是真的生病了，你怎么还有力气追到这儿来？安白夜，我田爵是傻是笨，但是也不至于在你这条小阴沟里连发两次船。我都已经把项链给你了，你还想怎么样吧？ 项链去哪儿了？给你了呀，在医院里我就给你了。你们刚刚都在说些什么呀？忘掉所有和星海强吻有关的任何事。走。 下的剪影，它在等待着被万千人倾听。我多希望未来的某一天，再次与你相遇，在那一刻越过星辰，让你听到我的声音。我多想要每一分每一秒，不断向你靠近。
要问从前以后，只要你的回应留下远行的脚印。脚印。